感谢咱的董总干事，咱社区理事长、副理事长，以及有咱的劳金枪议员的太太吼，咱的詹太太吼，不是詹太太，詹女士，因为是刘太太，詹女士吼。啊，阁有吼，咱的谢如鸾谢代表啊，咱的郑中正郑大哥吼，是郑会长，也是体育会的理事长吼。啊，各位吼，咱的社区遮的志工、义工啊，各位咱遮的委员、各位乡亲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咱一年一度咱的中秋晚会吼，又阁到啊吼。啊，而且首先来感谢咱的理事长以及咱的总干事。啊，最主要吼，我们是要感谢吼我们社区的所有的志工、所有的委员吼，啊，阁咱的义工，谢谢你们吼。长期以来对我们社区发展吼的努力吼，啊，以及配合吼。我相信讲吼，我们现在吼在我们田中区吼，我们有好多的社区吼，都发展都做得非常的好。我相信讲也透过咱大家努力，我们大家尽一份力量吼，就能够让我们每个社区都能够串联起来，社区环境好，那我们在这边生活也会相对的哈，身体也健康，而且我们的心情也会跟着提升。那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升哈，就是我们人文社区还有艺术哈。我相信讲哈，由大家的努力，咱哈未来哈，咱的田中会越来越好。啊，相信讲哈，我们都是站在一条线，需要消防局平民来协助的。不管是讲争取建设、争取福利，还是讲咱有任何的代志，需要消防局平民来斗协调、斗相共的哈。啊，你就免客气，甲消防讲哈，我相信。讲吼，阮所有不管是里长、社区理事长，以及吼，咱遮的议员啦，还是讲咱的代表吼，我相信讲吼，咱拢总是为地方吼，要来出出力来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而且吼，希望咱各位好朋友吼，咱若好的意见吼，不管是对着咱未来田中的发展，还是讲吼，咱吼周边的有一些吼，咱的任何的代志，拢会当来找阮吼，咱大家来共同来努力。啊，而且吼，中秋节的前夕，小分赶快祝福大家拢会当中秋快乐。也谢谢你们大家的付出，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让我们的田中能够更加美丽，更加祥和。谢谢大家的莅临，谢谢。